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正月十四，元宵节就要到了。我抢在佳节月圆前头，抢在将要到来的铺天盖地的祝福信息前头，提前为你送上祝福，祝你元宵节快乐，心圆梦圆，阖家团圆。正月十五月儿圆，万家欢乐闹团圆。明天就是元宵了，我架起关怀的灶，支起友谊的锅，把暖暖的问候和成面，把深深的关怀弹成线，把浓浓的思念擀成皮，把融融的牵挂化成水，把甜甜的心愿包成汤圆，用滚滚的爱燃成火焰，特意为你煮一锅幸福汤圆，愿你今后每一天都幸福开心，好运连连年年发，爱情甜蜜加温馨，事业发达步步高，幸福生活比蜜甜。元宵节马上到了，送你六个圆，愿你亲友像汤圆，团团圆圆，爱情像花儿，圆圆美美，事业像旭日，红红火火，理想像支票，愿愿兑现，财富像流水，源源不断，福气像明月，圆圆满满。据说在元宵节收到这样一份祝福，就会人缘、福缘、财源源源不断。快把你的手机打开，接受我最真诚的祝福，快把你的心打开，接受我最温暖的问候。亲爱的朋友，祝你家圆梦圆，事事如愿。